嘿，伙计，你怎么了？嚯，是新面孔耶！你头晕吗？严重吗？要不要叫 Retino 帮你瞧瞧？ 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新人？我恨这个疯狂的世界，他还头晕。喂 ，Uni， 快看 ！Stephanie， 别这么做。 哎哎，友好些，第一次见面就别为难我的老伙计了。老大，新人都要被你压得喘不过气了。抱歉抱歉。呀，那这不是 Tavio 的老朋友吗？我记得就是你教他怎么看风向的，真是好久不见啊 ，Retino， 快过来。 你们不也见过面吗？啊，哦，对，那个，你叫什么来着？太久没见，怎么连名字都忘了？看来我们得找个地方好好叙叙旧才行。秘密 ，Retino， 带他到船舱里去。 瞧人看风向，算我求你，你就不能但凡有那么一次编一个像样点的理由吗？也就优你那样的才会被你骗的。冷静点，伙计，能骗到他就足够了。而且我也被吓到了，好吗？我还以为是匪或者是哪个还没上船的家伙，没想到居然是个没见过的大活人。活人？没错。 自己出门总是倒霉的很，运气和老师差不多呗。记得，陌生人的搭讪不要脸。素容美梦好。<笑>糟糕，你恰好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这个问题你不知道答案也没关系，毕竟我们都很赶时间。 给我扔下船！来不及了，船已经开远了。这么快？该死的，越来越快了。你好，我叫 Delbert Hernandez。 无意冒犯，还请见谅。对了，你叫什么？看来不愿意说呀，那就叫你幸运小姐好了。嗯，现在的状况有点麻烦，该从哪儿解释呢？感觉说到你睡觉都说不清楚了。不如这样吧，我们最好的木匠先生，记得帮我善后一下。啊。
别那么叫我，天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和你绑在一条船上。别这么说我的伙计，这几十趟白赚的海上旅行难道不值得大伙纪念吗？新的航程开始了。嘿，信我们，他就是想告诉你，我们都是死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要不，你先睡一觉吧。伍德先生，他睡了。那就动手。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敲都敲了，煮得好梦吧。轻点，轻点，疼。哎呀，闭嘴吧，波特。不如想想，待会儿他醒了。你到底要怎么解释现在乱成一锅粥的局面？起航吧，被蒙蔽者。起航吧，被沉沦者。海面之上不必分辨是敌是友，肮脏的血脉会为你指引方向。弯下不信者的头颅与蜜酒混合，他们震颤的灵魂会呼喊你的名字，例如当初呼喊我。我们要出海了，准备好了吗？欢迎你，尤尼。哎，醒了。我们船上就你一个大活人，可不得看紧点。怎么样，睡得好吗？我的荣幸，太看得起我了，幸运小姐。Hernandez 只是安特利亚岛的底层家庭，可没这个本事。那是 Uni 的梦。同什么？那是什么？哦，不不不，算了，年轻人，你还是别解释了。别指望一个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家伙搞明白你们口中这些新鲜玩意儿才是最明智的，你懂的。总之你想表达他很特殊，对吧？那他可能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者。你也看到这个了，我们所有人都是遭遇海难，不知道具体多少年前就没了的可怜船长和可怜水手，而你就是混入我们这群死人的唯一活人。哦，好吧，可能除了 Uni。 看你的表情似乎一点也不信，要么怎么说我最不擅长和聪明人打交道呢？接下来我说的话你可能更难以理解，做好准备了。很不幸地告诉你，聪明的幸运小姐，我假冒的老伙计，你陷入了一场以四天为一个单位的轮回中。在这四天里，你需要跟我们这群重见天日的老家伙们同吃同住，然后等待最后一天的海妖把我们连人带船送回始发点，重新开始。我本来是想把你扔下去的，但是没来得及，你也听到了。怎么样，懂了吗？接受了吗？谁都不可能这么快就接受吧。我们船上最好的仓库管理员先生当初可是立马接受了现实呢，
你不是马上就接受现实，然后去后厨做了八菜一汤吗？哼，这波特，我什么时候又成仓库管理员了？你们别吵了。我们当然说的是真的，啊，请继续。还是赶紧想办法把这家伙扔下船吧，说不定活人能离开这艘船的屏障，跳进海里还能碰上海豚帮他。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对不起，孩子，你可能要死了。不过，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帮助尤尼完成航行，不被海妖送回老家，应该就不会有轮回了。他需要这趟航行。总之，就是这么个情况。等会儿有时间了，你可以自己在这艘船上转转。大家都是第一次死，没什么经验。你不说，估计有些呆瓜船员永远都不知道船上还有个大活人。现在嘛，我们的尤尼船员应该要来了。Dilbert， 不信这。尤尼啊，怎么了？饿。都已经这个时间了。瑞，今天晚上吃奶油炖菜怎么样？和我说这话做什么？今天厨房轮值的又不是我。可你是这船上最好的厨子啊。啊，这可真是对医生最好的赞美啊。怎么，想邀请新船员一起吃饭？他才刚到船上，让人家先好好休息一下。有一件事，不知道你知道后会不会心情好一点。这里的确是速溶美梦号，我也是如假包换的速溶美梦号船长。虽然有些晚了，但是欢迎登船，加入速溶美梦，新船员。